石凯、张静怡登台捧起属于你们的微博之光，有请。同时我们也要欢迎我们的点赞人华策影视股份有限公司总裁、华策影业董事长傅冰心，演员监制姚晨上台来为各位点赞加油。些不一样的尝试啊，也受到了大家的肯定，一起来合影留念。期待各位能够带来更多精彩的好作品，再次祝贺你们，谢谢谢谢，请入座，稍作休息。这一年呢，越来越多值得期待的演员和歌手在舞台上展现出了超。